重组的推格吧，他怎么在玩的？你说是怎样？金矿不够用，太可怜了。你最近忙到没有什么时间玩新海，我现在回来玩就一直输，反正应该已经快十连败有了吧，不惨。原本大概5100多，一路输回到5000。哦，好想赢一场啊！啊，这样打闪最好了。最近有点懒得打凤凰啊，感觉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都还是要挑图打。有一些图就不适合，就相对不适合打某些战术。正常开哦。瓦斯量，他应该是死神。你就追裂开吧，闪追开好了。当土闪追算好包吗？需要。还好。感觉他还会打什么坦克之类的吧？看他死神那么快。死神那么快，他妈是正常的吗？将人要献给他了。啊！哇，灰蛋！哇，死神那么快啊！你真的是没有留那个农民见他惩罚他的不行。听从你的指示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好。我来了。云仙。金矿不足，偷。好亏哦，这样开局吃两把，我还盖个点，所以好顶多死一农吧。三支枪兵让他挂反应炉啊！反应炉，他已经能确定不是死神火车之类的，应该也不会有火车了。四只龙，这时候四只龙他妈是正常的。研发完成，努力总算有了。我来了。你没有足够的三开吧，算三开的神族都下去了。金塔不够。啊？怎么切中路大哥？哎，这都没点掉。据说每次干玩不下去了呢，我就会提醒你一次。啊，你刚刚都没点掉，太夸张了吧？他们感觉就不用控啊。研发完成。这样子我的
那就变成说我的闪锥要压出去不好压。需要去。就看他有没有要那个吧。单兵营。鬼雷哦。欸，他不是坦克哦。我们和阴影就一起过来了。感觉他应该会从侧边再投两拳过来。你需要没有吗？刚看他鬼脸往那边走，就觉得很有这感觉。还只是误会人家。需要更多的是阴塔。我来了。在阴影中，好白的兵怎么那么多啊？探测机没我来了，在阴影中，我遭遇敌人了。我需要我的专业，高能瓦斯不足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，瓦斯不够，你按再多次也没用。看你的右上角，我卡人口了。我去，水晶弹不够。需要月船更多水晶塔，只认真想于探测机受到攻击。我的眼泪说你的不会害二人生。仔细听，探测机在喊救命。我的提升级成功。我是爱好世界。你需要虚空，那基本上是输了。但他心还。星海真的是很伤眼。你金矿，你的部队在和敌人作战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部队开始交战，金矿场耗尽了。金矿不足，怎么走？金矿不够用了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金矿耗尽了，你的光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水晶连到了金矿。哦，要打到哦，对啊，去，这个露营的原因吗？因为露营的原因吗？所以我现在
打到后面好像确实会卡的样子。金矿不够。对啊，我现在打到后面开始就会卡了，剩一百，剩不到两百帧了。就像你的年终奖金一样没了。对啊，这应该是那个玩重组那个。他原本好像是玩神族。